适的人，你希望是个什么样子？我可能要求就比较高啊。然后比如说，我觉得他应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，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要尊重女性。你之前谈过恋爱吗？两次。因为我从某些方面讲，我说话可能稍微直接一点。传统意义上，她真的是很大的美女啊！不是，首先不是不漂亮，不是美女。第二个，年龄真的很大嘞，年纪真的很大了啊，对吧？可是我觉得我的年龄很好哎。哦，哦嘿，你觉得你的年龄还很在婚姻当，在这种婚姻市场里面，还是一个很好的年纪？所以你就不要想，哎呦，我现在状态很好。你觉得现在自己，哎，我觉得我的，包括你的外形看起来，哎，我现在我自己觉得很年轻，这都是就自欺欺人的，都是你自己觉得的。再见面哎呀，你照片上漂亮多了啊！谢谢。没的，谢谢。一直想要个儿子，所以尽管有计划生育政策，他们还是生了好几个。在我们农村，重男轻女很严重，女孩子是低于男孩子的，所以我父母很辛苦供我读书，是为了让我支撑门户。因为一个女孩子加上一个大学学历，才差不多等同于一个男孩子。我读书很努力，现在做了律师。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话，可能对一些事情的话，也可能已经过了恋爱的一个年龄，过了恋爱的年龄了。那就是说，其实你并不太想认真的，就是很细致的去恋爱了，很想去结婚了，是吗？你是山东哪儿？滨州吴地啊。我县城的呀。啊，真的？那我们可以到时候那个过那个放假的时候可以一起回家。对啊对啊，从大学开始就没想着要回去。因为毕竟那地儿太小了，说实话发展不起来了。因为我知道山东还是比较传统啊，因为大男子主义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。因为我知道，然后因为我家其实也是这样子的。那你觉得就是假如说你成家了，会不会延续这样的一种模式？我觉得你要说就像你说的，每个山东男生都有这种轻大男子主义，只是一个轻微成一个多少程度的一个东西，一个东西。就是我觉得我在未来的婚姻里面可能我还是希望我要占主导地位的。主导？对，整个家庭里边占主导地位。我并不是说你比如说钻研我手机是什么，我电视什么情况，可能女生就不要过多的参考了，你只给我提出你的需求就可以了，我来决定。当然了，能平衡也好，但是我不希望就是女生比我强太多，很多东西你都一下子就这个女生就去做决定了。老婆，
我点点你多吃呀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高了？你看老爷，老爷，就老爷，咚咚咚，就是这样我的王子。亲亲，亲亲，再见了，再见，再见。要玩会呗。也够了，还没上嘛，还没找回来嘛，没找，不想找。然后啊，你这个你再说你个人呢，也得该考虑考虑。再说说真事的，你这个结婚这个婚姻这方面，你个人得要求。实际我还是真愁你这个事儿。真愁啊！你到底再说你关键个法律上还是二十多岁就结婚呢？你没着，你都到三十多了，你还不结婚？到外头人一问，哎呀，我都没法说。哎，就是、也搞对象还不搞了嘛？问题就是不想结婚。哎呀，就上啥了？就上啥了？你光知道学运了，找个弟弟吧，你不愿意，本身找高的吧，你咱们一样。人家高的，人家高的现在不等于咱，就是人家找跟谁呀？压力很大，就是说你在你工作已经稳定了，然后你得去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的了。哎，该找找谁？我考虑了，我考虑了，我考虑的结果就是还是单身好。你们都是不交事儿啊，想咋着是咋着。再把咱妈说实在的，拿电信安没这一帮啊，不就电信挂钱你吗？不就是啊？你这在为啥子呢？你说你啥事从念书那个阶段上来说，再说没，因此你咋杀我才记住你？再说我漆黑漆武警睡半夜的，这没事的没你的没干，我不就是为了巴结你们吗？你到35到40，你从35到45你是个啥概念？你从45到55是个啥概念？我在大姐他们哪一个不担心你啊？闹个病闹个灾，你跟谁说呀？谁照应你啊？四成的家心累，哪一个不成家呀？哪一个成家以后过得没舒舒坦坦没顺顺当当的？单身不是说一定一辈子要单身，就是单身无所谓。你无所谓啊？所以啊，你我无所谓，我可当然无所谓了。你要说了，我要不结婚，你们一个劲儿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，你还有说有个孩子看长大还幸福，都幸福个屁啊！反正我不让你们幸福，对不对？